这里有一个空档，但是呢很多司机试了都试不进去。这是我上次和老大在这吃烧烤的地方，二七桥下面。今天天气，武汉的天气非常非常好，所以我又到这里来啦。但是到这来以后我发现，哇，就比我上次带老大来过来的时候就人多很多很多很多啊，这爆满，就没位置停车，知道吧。我这个地方停啊都是好不容易停进去的，刚才还付出了非常大的牺牲，把后面这个叫什么，后面这个塑料板这块呢插花了，看这里的，看到没，插花了吧。还好车不贵，不心疼。哇，又来了呢，不停的有人在那试呢。那里面，这里面更是停满了啊，里面更别说了。今天是20号嘛，世界杯开幕，本来不想拍视频，但是呢想着这来做个直播吧。而且呢想着带大家看一下武汉的那个落日，这个方向应该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啊，等会儿看一下那个太阳落山那个地方在哪儿。直播提前一点啊，我就不是9点钟直播，我想5点钟直播到7点，太阳下山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不适合直播，为什么？给大家看听一听啊，马上就出来了啊。我们的大妈大哥们哈，在这儿架了一个非常大的大超音喇叭，在这儿桥下面唱歌。听到了吧？就这样了。武汉人现在出不去，所以说现在露营真的是火爆，不是一般的火爆。你看这车，大家都是出不去的，所以这车停在这附近，然后就找个草地啊，找个那个空旷的地方扎营，知道吧？这是个死胡同啊。会往前，往前，会往前，还是你的水平高啊！这是好多十二七八的就不合。这是外地车嘞，成都的。这个车子小，可以进去。也可以，进来了一个呢，就不会再有人再来试了，免得试来试去的，把车子给擦了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说了半天呢，一车位难求啊，好像成都人，这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出来晒太阳啊，天气特别好，但是我看到小道消息说的是我们这里好像变严重了。可能今天晚上24点又要静默了。有个，我昨天不是买了一个 PS5 吗，我那个损友他拿回家去玩了啊，我们又约着本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直播开箱的，然后呢他从家出发可能走错路了，走到那个高速，走高速出了武汉市了，然后他现在想进来进不去了，说是那块管控升级，他们那个地方必须要检查核酸还是什么的才能够进得来，他现在在高速上面晃荡，他进不来了，到不了我这里了，我现在也开不了箱啊， PS5 也开不了箱，我现在也着急啊，我说等着。哎呀，他应该是更着急，他在高速上面更着急，他进不来，进不了武汉市，你说那是不是也挺头疼的。
那现在可能只能出去不能够进来了。哎，不知道那个小道消息是不是真的。本来不买的，哎，就买了。就这个损友啊，现在还在高速上转悠。我被这的大妈已经吵得受不了了，我准备出来看一看。反正我那个朋友呢，现在绕了一大圈，终于从高速上面下到省道或者是国道了吧？他说可以进到武汉市市区了，然后我就挺放心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呢也没什么事儿，带大家去看看这么阳光明媚的武汉，武汉人是怎么度过周末的，好吧？去看一看。你看豪车啊，豪车也出不去啊，宝马奔驰都出不去啊，大家都在这个草地上扎营。看这比上次来的那个还要多呀，这个生活惬意啊。这是停车场，已经爆满了，没有位置。有这种小的帐篷，也有这种大的天幕啊，还有那个蒙古包啊。哎，这个角度很好看的，这个角度很好看，但是这里好像没有看到卫生间呢，不是特别好感觉。这家的帐篷氛围感最强，给他满分。不过我感觉野营也挺辛苦的呢，这辆车上面推了这么多物品，凳子呀、帐篷啊、吃的啊、喝的呀，这么多要推着走，也是辛苦啊。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老板的这种户外露营，地上铺块布睡觉就行了，现在越来越高级。错了，说错了，难怪这么多人，这里有卫生间，太好了，解决了大问题。这个露营真的是挺好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也是运动啊。还有这么一群钓友们，重要的一个群体啊。好了，今天一天都快结束了，天也黑了，今天的直播任务也完成了，然后就准备开箱，终于要开我的 PS5 了。我买了这个之后啊，哎，被我们家老大说啊，跟我说了，我趁我们家孩子不在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
我买了个什么你知道不，我买了个什么，他说你买个什么，我说我买了个 PS5 知道后他说哎，真是服了你了，你想办法啊，这两年把它藏好，要把它藏好。那我能藏哪里，只能藏车里啊，只能够藏车里，就放车里面用啊，对吧，这个工作车马上转变成我的游戏厅，游戏厅呢、啊、哎呀，它还支持 8K 4K 120帧的 HDR 啊，还可以当成一个叫数字播放器，哎，可以还可以装奈飞啊，还有 YouTube 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流媒体就软件都可以用。最主要我想玩那个踢足球的那个，原来要玩的，不知道怎么弄啊，看，不管了，今天很开心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了，我一个人啊，让我成为一个大男孩一样的享受我自己独有的游戏机啊，去感受一下十几年的没有感受了，十几年之前的一种快感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了，我们再见了。到时候有什么的时候用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，我还不知道会不会用啊，因为毕竟十几年没有玩游戏机了。嗯，就这样，拜拜。